文人一般会写比较有点内涵的东西吗？这个表示什么呢？英雄面前无，英雄面前没有什么东西啊，无江山。错了，不要老想江山、金钱还有物质上的东西啊。英雄面前无强敌，骏马面前无远程哈，是两句话，是纳西族的非常著名的开端的两句话。英雄面前无强敌，骏马面前无远程哈。好。